大家好，我们是圆圆钢艺，拥有54年不锈钢家用品制造经验。市面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环保杯，但符合你需求的饮料杯到底在哪？根据台湾的饮料文化，我们为爱喝饮料的你量身打造了一款饮料杯 ——Hiding 饮料杯。透过独特的开关结构设计，简单开合，吸管随机出现或收纳，一开即喝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吸管和杯身合为一体，让你再也不会忘记带吸管。杯盖密封贴合，怎么动都不外漏。吸管隐身超卫生，粉尘再多都不怕。杯身抽真空保冰，天气再热都不流汗。杯内特殊曲面设计，将饮料集中，让你轻松将饮料吸光光。杯口大口径，手可以轻松伸到杯底，清洗再也不麻烦。影片播放到现在，在台湾又产生了4000个手摇杯垃圾，叠起来比台北101还要高。真正的环保是持续使用，减少资源消耗，可单购零件的售后服务，再也不用因为一个小零件损坏遗失就抛弃整个产品。Hiding 饮料杯历经2年开发时间，无数次的设计修正，只为了让你用最好的品质享用每一杯饮料。Hiding 饮料杯与你一起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干杯。购买前请务必仔细考虑，一个环保杯满64饮料才能达到垃圾减量真环保，一个 Hiding 饮料杯用10年真正划算又超值。